民众的烤肉活动从今天晚上就会展开了，能不能一边烤肉一边欣赏到月亮呢？气象局就表示了，东部的云量比较多，要在云缝当中才有机会看到月亮，而北部呢，则是要等到午后雷阵雨过后才能够赏月。而至于在中部还有南部山区的气候是比较好的，这也是全台最佳的赏月地点。